今天我们来吃火锅了。你看啊，这是一桌，这还有呢。啊，一共是花了才45。这里边两盘肉呢，那还有，看都是什么菜。咱俩人，咱是不是在叫你们又来过来吃？确实，确实。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买的那个什么？你看我买的什么？撒开了。可漂亮了。白蔫蔫的，这是我们家乡话。白色的啊。我最近不是吃胖了吗？我现在喜欢穿休闲的。你也能穿？我今天还能穿。咱一起穿。行。成宇应该也胖了吧？别损我啊！成宇到10号吧，他要去拉丁比赛。哎，你的手机，成宇，咱一会儿把你这个手机膜给重贴一下，然后再弄一下我那个麦。行，赶紧吃吧！哇，快，好了，快吃，赶紧吃。去问问修手机吗？好的。妈，你这光贴膜不修手机？换地方。这也不修手机，你看都没有。再往前看看，找了好几家都没有修手机的，看看这里有没有。现在是不是都换手机，没人修手机了？对。没事，你那个手机还能用10年。10年？啊。我先说吧。这好吧，这也没有。这曾经是个修手机的。当然是不干。再找吧。再找吧。再有一个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啊。看看，找找吧。找不到个修手机的，对，找到了，但是没开门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别修了，真的找个手修个手机都这么难。你们一般都修手机吗？还是直接换新的？哎，成宇手机不可能给他换的。再说吧，那下修。嗯。喂，不响。嗯。喂。怎么样？我是换了一个，哎，对，耳麦。对呀、啊。它那个喇叭是有点劈了，换了个喇叭，然后10块贴了个膜。对。终于找到一家修手机的。真不容易。手机壳买不买了？我觉得别买了吧。行，就用手里边这个吧。嗯。那下个视频见喽。拜拜。